没事，你随便弄。粉丝汤。鸭血粉丝汤。我大强是不是没吃？还多了什么？翡翠烧麦三丁包子鸭血粉丝松鼠鲑鱼王小烧饼和香腰肉和羊肉串。那你家后来挺好的，今天弄了一个。对，主要是。排骨三百，翡翠烧麦三丁包子，鸭血粉丝松鼠鲑鱼黄桥小饼，镇江鸡肉和人人豆，牛肉锅贴南京桥，面包油鸭蛋羊酒炒饭。